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。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手机游戏《Basinsta》。那这款手机游戏嘛，它在之前已经有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空葡萄园，我是葡萄。那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手机游戏《Basinsta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我已经先串好角色了。OK， 那我们就从故事模式开始。OK， 那我们从故事模式开始。那这款是一个全集游戏，那它就是从点击画面跟滑动画面。对，如果你是这个是手机游戏，如果你们是用手机玩的话，它就是点击画面跟滑动画面来玩的。那我们就从故事模式开始哦。先打这个叫什么？胡安。OK， 开始，准备比赛，开始吧。这是他，然后这个是我，我已经串好名字。这个天空葡萄园就是我。啊，这个应该是 NPC 啊，对啊，他是 NPC， 他不可能是美国的，对啊，他是 NPC。OK， 开始 ，fight 个头啊 ，fight。OK， 开始了哦，哇，辣妹哦 ，round one，fight。点击打，嘿，打，嘿，哇哦哦，右勾拳，啊，左勾拳，啊，左勾拳，啊，打死了，哦哦哦，哇塞。打死他！哇塞！我刚才怎么？这对、啊，就是要滑动你的画面，滑动你的画面。如果你是玩用手机玩的话，就要滑动你的画面。打一个！我怎么是穿拖鞋 ？Yes， 打一个。角色能力值上升，太好了。耶、yeah, ，下一个。然后我拿到这是什么？哦哦，这家伙怎样？很好，就要这样是吧？我们很忙，今天就先回去，明天再来。拜拜。哦，这个是剧情啊，这个是剧情。OK， 我们先看一下技能。我刚刚好像拿到个技能嘛，对不对？靠，这个机构也太夸张了吧！对啊，这机构也太夸张了。OK， 这边好像就是训练用的训练嘛，对不对？训练这个是点数，然后训练是点这个啊，对不对？训练还需要时间，两秒、一秒、零。OK， 训练好了。好像还不错，对不对？他在摸着他的胸肌，啊哈，所以要持续训练就对了。OK， 先回去。金夫人，我还伊夫人。韩国有句俗话俗语在讲，你不努力，有好好支持也没有用，小子。韩国有这句俗语吗？如果有韩国人听得懂中文的话，来跟我说一下，谢谢。OK。那装备它，套用 ，OK， 套用 ，OK， 就这样，好 ，Yes， 继续我们故事模式，走吧。这个乔治跟这位乔治打，我有拳套，我有拳头，而且我手臂比他粗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开始比赛，忘记点 ，Fine 也投。哇哇，辣妹你好啊 ！Round one, fight！ 嘿，哦靠背，哎，回空哦，嘿啊，可恶，啊，哇靠，哎。快晕过去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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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我左拳 ！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。打赢了！他为什么要戴着墨镜跟我打拳击？有没有掌控左拳的人就可以掌控一切，好不好？
拳击当中就是这样子，谁掌握左拳，谁就掌握了比赛，是这样子吗？所以能力值上升，耶、yeah, ！下一个，哇，他拿枪哦，哎、欸，他拿枪，不要，不要这样子，他会对我开枪哦，靠哟！哎、欸，换下一个对手，好。我为什么要穿拖鞋？我为什么是要穿拖鞋？而且他为什么？哦，哦。嗨、勾拳！哎、哦哦，我勾拳这么厉害啊！哇塞，我刚刚怎么打我都不知道，而且我干嘛穿拖鞋啊？还站得起来吗？还站得起来吗？耶、yeah, ，打赢了！哇，我勾拳这么猛哦！谢谢，打赢了。闻我的臭脚吧，孩子。耶、欸，我拿到衣服了，好耶、欸！哎、欸，共享。没有，我没有用 FB 登录，不好意思。打量倒下的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是老板要跟我签约意思吗？给名片都过一个礼拜，有这种烦恼吗？哦，所以有老板要来跟我那个，就是，哦，原来如此。上勾拳这个套用。哦，换这个好。哦，这个哦，点要点这样啊，要点这样，选择组合。OK， 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是我目前样子，超帅的吧 ？Yes， 这样才趴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才趴啊。那我要打联赛模式吗？联赛是怎样？用放大镜来搜寻对手，我可以标吗？哦，一定要花钱哦。靠，这是怎样？他好像比我强哎、欸。这家伙是谁？靠，他好像比我强哎、欸，怎么办 ？Round one, fight！ 哦哦哦！哇！哎！哎！啊！啊！哦！哇靠！我被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 One, two, three, four, 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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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靠！被啊！哎、欸，等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怎么打、啊？ One, two, three, four, 起来！快快快快快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快起来！快快！怎么？哎、欸，怎么点？靠北！ You lose. 啊！我输了！我输了！靠北啊！所以要点两边哦。啊，我懂意思了。看来我是变成低级。哎、欸，这个关掉好不好？哇，我鼻青眼肿哎、欸！哇靠！不行，我再打一次。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又是这一位？怎么又是他？不可能啊！奇怪，怎么打、欸？嘿，哦，嘿，嘿，嘿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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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哦哦，这个拳击可以。啊啊！打死吧，打赢吗？你还站得起来吗？啊哈、啊！他菲律宾的、欸，哦，打赢了。这个国旗是菲律宾的，不过这应该是 NPC 吧？这应该是 NPC。打赢了，耶！哦，终于啊！哇，这个我可以。
哦，这怎样？这怎样？我刚刚怎么点的？我自己都不知道哎。超强刺拳。哇哦，超强刺拳哎！哇，我怎么用出来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